家好，我是Yuyao融媒小记者洪子俊，我现在在Yuyao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道现场。今天我们将采访来自社会各地的人大代表，来听听他们为Yuyao发展提出了哪些建议。谢代表您好，我是融媒小记者孙佳尔，请问你这次带来的议案是什么？今年我带来的议案是关于加快建设余姚市双河小学的一个建议。许多商店故意改动一些字来达到吸引顾客的目的的现象，但给小学生带来了不少误导，请问您有什么看法？其实这样是不对的，因为从2001年1月1号开始，我国正式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，其中明确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，推行规范汉字。殷代表您好，我是融媒小记者孙佳尔。最近萝卜刀等玩具屡屡出现在学校周边小商店，如何保障儿童消费安全呢？在购买小玩具之前，最好能先听听父母老师的意见。第二呢，对于这一块的监管，我想可以由教育、工商等部门联合加强对我们学生的引导和宣传。城管、工商等部门则加强监管，督促小商小贩规范经营。在这里呢，我也建议学生们多多参加体育、阅读、绘画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，让这些不是很健康的小玩具从学校周边自然消失，从而来保障我们儿童的消费安全。班代表，余姚话是老余姚人人人会说的一种语言，然而现在推广说普通话，在走向民族交流无障碍的路上，却使这些应该传承下来的文化逐渐退出历史大舞台。现如今在我们的校园中，会说余姚话或是方言的人寥寥无几，您对这样的现象有什么看法吗？我认为方言是历史和文化的传承，也是一种乡情，我们在学习普通话的同时，也要传承好地方语言。我作为一名瑶剧工作者，对此深有体会，因为瑶剧的舞台语言就是余姚话。从我自己的专业结合当下这个现象，我想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瑶剧进校园的活动，通过这种形式去传承普及地方文化，让孩子们在享受瑶剧魅力的同时，会说家乡话，说好家乡话。